避税天经地义，避税合理合法，犹太人的圣典塔木德早就有过类似的表述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绝不漏税，同时又能够做到合法避税，这从根本上来说应该得益于由塔木德等犹太圣典所承载下来的智慧。犹太人的理财方式，人的欲望就像一个无底洞，是永远也没有止境的，如果在无法满足的欲望上花掉有限的收入，就会陷入欲望的无底洞中，再想积累资本做其他的事就很难了。犹太人有一套自己的理财方式，犹太典籍塔木德中有如下的记述：金钱容易引发意外，任何人对待金钱都要谨慎，不然就会损失金钱，先要学会看管少数金钱，然后才可以管理更多金钱，这是防止金钱损失的最好办法。当某个项目需要投资的时候，有些人就会受到利益的驱使贸然投资，这样做会导致金钱的流失。塔木德指出，第一流的投资是有安全保障的投资，为求高利润而轻易投资是愚蠢的冒险。作为投资者，不要让利益蒙蔽双眼，必须仔细调查研究。当你对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，并且认为能够做的时候，才可以拿出部分金钱来投资。擅长理财可以使自己与家庭的经济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，从而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品味。那么对于手中的钱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呢？对于每一个投资机会应该如何及时的把握呢？在此先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犹太人的理财等式。依照传统犹太人的理财方法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定要拨出三分之一的金钱，以某种方式储蓄起来，只有这样才能聚集财富。下面来看看理财大师格林斯潘是如何理财的。格林斯潘是全球举足轻重的财神爷，有着独特的理财之道。1926年，格林斯潘出生在纽约市一个犹太金融世家，父亲是股票经纪人。他分别于1948年、1977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、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52年，格林斯潘与人合伙开咨询公司的时候，对每笔开支都记了账，结果发现一年的开支达到6-7万美元，这就促使他对自己的开支进行调整。首先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，尽量不在外面用餐。同时，他妻子决定亲自烹饪，省去保姆费。其次，尽可能减少外出旅游的次数。节省不必要的开支。1954年，格林斯潘加盟纽约的汤森公司，不到五年便出任这家公司的总裁，拥有了该公司的一半股份，并在华尔街赢得了最精明证券商的美誉。1974年，格林斯潘担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，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多，他的投资也开始增加，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理财观。一，如果在三年内要使用这笔资金，就坚决不要把它投向证券市场。二，要有规律而系统的投资。三，找一个善于理财的伴侣，双方共同理财。我们不难发现，格林斯潘同样没有脱离稳妥平衡的犹太理财精髓，正因为如此理财才使自己获得了巨大的成就。钱是一面窥视人格的镜子，在长期的流散历程中，犹太人历经迫害、放逐乃至屠戮，却始终没有被同化，这是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金钱。一个民族一旦掌握了金钱，便掌握了生存和发展的权利。他们不仅可以用金钱对付外族的侵略和演化，还可以利用金钱增加抵抗的力量。聪明的犹太人把钱当作一柄双刃剑，既认识到钱可以让人生存，也认识到钱可以腐蚀掉一个人的灵魂。所以犹太人认为钱是一面镜子，可以窥视人格，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高尚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卑微。